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》664面，664面，倒数第四行，倒数第四行看起，会书曰：前不顾是非，后不顾机嫌，一前不顾明哲昭察，后不顾鬼神明寂。或一前不顾过业，后不顾来报，但求增生，不惜两败俱伤，知途快意，不为当来罪报，一切不顾广行众恶。前面我们学到此地，这段经文太重要了，确实是我们现实社会的现实啊，非常可能呢，我们自己心行呢，就像经中所说的啊，所以我们特别把这段文多念几遍。帮助自己警惕的用意在此地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都要想到因果报应。决定不可以说，我们起心动念，没人知道。这句话实实在在是自己欺骗自己啊！我们曾经学过《望经还原观》，贤首过世，那时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菩萨了，不是普通人了。将《华严经》的经义摘录出来，写成这一篇论文。前面三条，这个三段呢，说明宇宙的缘起，万物的根源啊！再说的是，我从哪里来的？这我是正报啊！讲得非常透彻，讲得究竟圆满啊！现代的科学哲学都比不上。在第三段告诉我们，我们起心动念，极其微细的念头自己不知道，可是变法界、虚空界全都知道了，这自己不知道。他跟我们讲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精神现象就是我们的念头，物质现象是我们的身体，这血肉之躯，这是物质现象。这两种现象呢，
都是由波动产生的。波动就是大乘所说的阿赖耶的业相。阿赖耶的业相就是波动。如果没有这个波动，精神跟物质都不存在。所以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从哪来的？从波动来的。波动怎么产生的？佛说一念不觉，波动现象就出现了。如果一念觉悟呢，波动现象就没有了。没有不是真的没有了，是它隐蔽了。佛家讲隐现，它隐而不现。遇到缘它就现行了。什么是缘呢？一念不觉是缘。一念不觉没有原因。这个波动现象，第一个现象，周边法界，就是遍法界虚空界全知道了。我们说诸佛菩萨知道了，清清楚楚。一切众生知道了，众生里头有的清楚，有的不清楚。什么清楚？觉悟的众生清楚，迷惑的众生不清楚。周边法界。第二个现象，畜生无尽。这句话怎么讲呢？这句话真正的意思，它跟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万物起互动的影响。接受到这种信息，一定产生变化。这种变化我们凡夫看不出来。佛经上说八地以上，他们能看出来你这个微动的现象，我们这个肉体波动现象、意念波动现象都清楚啊，都了解。第三个，含容空有。这一念范围多大呢？整个虚空都充满了。这是含空。另外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也受到它波动的影响。这叫容有，包容万有。这是事实真相啊。近代的量子科学逐渐逐渐发现这个现象了。这很了不起。科学哲学总是比不上佛学。这怎么讲呢？因为佛学真正找到了本体。本体是科学跟哲学没有办法找到的，它永远找不到。本体有没有？有。
那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。佛菩萨能找到，科学家、哲学家找不到。啊，找不到的原因就是本体没有现象。科学跟哲学必须有现象，它才能捕捉。才能找到自性清净圆明体，不是物质现象，科学找不到，它不是精神现象，哲学找不到，而且它还不是自然现象，这三种现象都没有。但是它能现三种现象，这个不可思议。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啊，就知道啊，我们是赤裸裸的在变法界、虚空界当中，一丝毫的隐藏都没有啊！啊，变法界、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，这个事实真相要明白。啊，明白了，这就是菩萨；不明白的，这是凡夫啊。凡夫跟菩萨是一，不是二啊。即使你明白了，你承认了，你接受了，这就是菩萨。啊，你不明了，跟你讲你不接受，你不相信，这凡夫。啊，凡夫跟菩萨没有差别了。啊，一个是觉悟，一个是不觉悟。明白这些道理，真正承认了，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要不要顾及是非？要不要回避机嫌？要啊，好事应该做啊，违背伦理道德的事情不可以做啊。那不需要人教啊，自然就如是啊。啊，明哲昭察，这是讲智慧现前，起心动念光明磊落。啊，昭示昭显，没有一丝毫隐瞒，全摆在大家看。那后说不孤归身铭记，啊，归身确实，我们动个善念，起个恶念，归身都有记录。也就是说，阿赖耶识里头都有资料啊。啊，再讲到明白一点。行不孤过业，过业是什么？过去造的业啊，过去造的业了，要知道忏悔呀。后不再造啊，
啊，后王后呢？不顾来报，来报是来生的果报。啊，行善，行善，来生的果报在天堂啊。心行都不善呢，来生的果报是三恶道啊。这些事情，当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有没有好好去想想？如果这些事情都放在脑后，不理会它，任性所为，麻烦就大了。在底下讲的，但求增胜，他什么都不顾，不惜两败俱伤啊！啊，增胜，最激烈的增胜是战争。战争是不是两败俱伤？纵然打胜了，打胜仗了，这胜仗打下来，死多少人？你要把这个事情想通了。胜未必是真胜啊！杀人要偿命啊，欠债要还钱呐。啊，现在是迷惑颠倒啊，觉得一时。只图快意，我们在战争之后看得很清楚啊！啊，胜利之后怎么样？但求增胜，只图快意。大概就三四年了，啊，三四年之后，花报现前了，死了以后，果报就现前了。因果报应呢？就好像在我们眼前表演一样啊，让我们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这些人不相信伦理道德，不相信圣贤教诲，不相信因果报应。但是他通通都遭受到了，啊，光行重物之事啊，好像很快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啊，在底下一段是讲富有兼喜，兼是兼贪，喜是爱喜。啊，在底下这一段表兼令的果实。啊，或有富人，但兼喜诚信。不肯施予啊？什么叫施予呢？
布施，他有钱啊，看到贫穷人不肯布施，这人很多啊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张家大师劝我出家，当时也有一位老法师啊，很喜欢呢，要我跟他出家，我没答应。那为什么呢？这老和尚太小气了。我曾经在他庙里吃过一次饭，啊，老和尚接待我，菜也不多，啊，好像只有四个菜吧，那菜碟做多大呢？像酱油碟一样，那么小这个碟子。那吃饭的时候说菜多加一点呢。他就好像很紧张，就看到你，我看到这个样子，啊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小气到这种程度，所以他找我要我跟他出家，我不跟他讲，太小气了。啊，对于钱财斤斤计较。啊，比不上我们普通的人了。啊，反而我们看到贫穷的人很大方，虽然他没有钱，哎，他肯布施。哦，这有钱的人了，哎，视财如命啊，啊，舍不得布施。啊，所以死了之后，这钱财全是别人，一分也带不去啊，冤不冤枉啊？这佛学到哪里去了？怎么学的？学成这个样子啊？夫子说的话说得好，听其言而观其行啊。他嘴里说的是一套，他自己做的是另外一套，跟他说的是完全相违背的。真的四个字用得好，见习成信。啊，他这种吝啬、贪婪、吝啬了，已经成了性，是习性了。啊，不肯施啊，不肯以财物给予他人，爱欲牢固，故云爱宝；贪心深重啊，故曰贪重啊，爱宝贪重。过去世尊当年在世，这个是他老人家所说的。佛教传到中国来，世尊灭度1000年之后，啊，在中国把梵文经典翻成中文，有这么多经文。我们想想那个时候，建立的人有。不算太多，啊，贪心深重的人有，也是少数啊。可是看看现代的社会，所以我很怀疑，好像佛说这个经啊，就是给现代人说的。
现在社会普遍是这个现象啊！啊，所以社会动乱，人活在世间，无论贫富贵贱，都活得很辛苦啊！啊，加上先前地球的灾变，频率太高了。我们估计先前这一个月，这个八月，我估计八月灾难的频率可能超过200起。啊，上一个月七月差不多170多起，这个月很可能超过200起。今年灾难的频率一个月比一个月高啊，一次比一次严重啊。啊，灾难怎么发生的？就是造着五种恶业发生的。杀盗淫妄酒啊，贪嗔痴慢疑。啊，从人情绪上来讲，就是怨恨恼怒烦。这是天灾人祸真正的第一个因素。啊，不善业力所感召。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，心劳神苦，这四个字讲得太好了。心不安，身不落，那一般人所谓叫活受罪，现在的人真的活受罪。啊，下面念老所说的，即终身劳苦，直至寿命终尽。人活在世间有什么意思？啊，但所得者，他真正一生所得到的是什么呢？独死独去，无以睡者。啊，死的时候一个人走啊，什么也带不去啊。至亲至爱也没有办法跟你一起走啊。这是一定要知道的。啊，真正学到净土法门，真正将无量寿经明白了，知道我们将来走的时候有人跟我们一道走，有人跟我们一同去，那是什么人呢？极乐世界的佛菩萨。我们走的时候他来迎接，我们到了极乐世界，过去生中无量劫里头
与我们有缘的众生，已经往生在极乐世界，那就全歼灭了。所以极乐世界不孤单呐，家亲眷属太多了。你现在不知道，到极乐世界全就晓得。所以在这个世间，这个世间确确实实没有一样东西跟随着你，无一随者，神识孤游戏，才留在此间。神识，我们中国人讲灵魂，灵魂孤孤独独的离开你的身体。离开这个世界，你所贪爱的那些财富，统统留在世界，一样带不去。古德说得好：“万般降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”这话不能不知道。能跟你走的业，你造的善业，善业跟着伴着你，你生三善道；恶业追随你，你就入三恶道。这是事实真相。底下有这两句话说出来了：万般将不去，唯有业随身。平生所做的善恶之业，即所感福祸之果，则不相舍离。故云追命所生。这个跟着你，你的善念跟着你，你的善行跟着你。你造恶呢，你的恶念跟着你，你的恶行跟着你。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自自然然，他会把阿弥陀佛、把极乐世界抓得紧紧。世间的善恶罪福，我通通不要，全放下了，只要阿弥陀佛，这就对了。你能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十方诸佛如来都赞叹你，你真有智慧呀！你的选择太对了。你这一生做佛去了。那就得认真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中，你心里面那些乱七八糟的，统统放下。善念也好，恶念也好，正念也好，邪念也好，统统放下，那都是虚妄。都不是真的。你的真心是清净的，一丝毫染污都没有。你的真心是平等的，
啊，一定要记住，自私自利是染污，贪嗔痴慢是染污，名闻利养是染污，没有一样不是染污啊！啊，功高我慢是不平。平等是你的真心，啊，你有好恶，我喜欢这个，讨厌那个，这是什么心？这是轮回心。这个念头是继续不断搞轮回。要想超越轮回，得用真心。真心是平等心。没有好我，没有高下了。啊，众生跟佛平等的。经上常常念的，生佛平等。性相一如，理事不二，这话重要啊！前面我们读到。古大德形容这个世界叫不断之物，我们读这一句英文的时候，我重复了好多遍了，这句话真正把佛经上常讲的万法皆空，一切法不可得，把它说尽。万法是什么我？一切法的真相是什么我？是不断之物，不断就是相续，每一个相续都是我。你在这个里头起分别、起执着、起贪爱、起怨恨，不叫冤枉吗？这是干啥事嘛？没有轮回，自己变成轮回；没有恶道，自己把它变成三恶道，叫自作自受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真正大乘教义能够体会到几分，人慢慢就醒过来了，啊，就觉悟了。人只要一觉悟，眼前的生活就幸福美满。啊，方东梅先生所说的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你享受到了。啊，你的享受跟菩萨一样。在中国，中国人称菩萨为仁者，仁慈的人。菩萨大慈大悲呀！啊，仁者无敌，敌是什么呢？对立的。菩萨没有对立。跟任何人没对立，他跟我对立，我不跟他对立。
换句话说，菩萨永远没有敌人，没有冤亲债主，啊，我们今天起心动念要防一个人，错了，你防他干什么？我没学佛的时候，也经常听人说，说害人之心不可有啊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学佛之后知道防人也不可以，也是错误，你防他干什么？啊，你要把它看成佛，看成菩萨，就对了。啊，害人之心是造孽，防人之心也是造孽。啊，那个防是染污啊，是不平啊。你心真清净，真平等。哪来的防人之心呢？没有需要啊！啊，财物放在这边，人家拿去了，好啊，大家用，我用他用，不是一样吗？多好啊！那何必要去防他呢？哎，不需要啊，真正的心开意解，得大自在啊！每天还有防人的心很苦啊！啊，这样的辛劳甚苦啊！啊，天天防这个防那个，你说你活得多可怜！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全是假的。般若经上讲的好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啊！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的，你放它干什么？啊，什么叫人生最高的享受？心明明白了，身安乐了，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啊，心安身乐，啊，这底下这一句，我们把它念下去，意思就容易懂了。生平所做的善恶之业，即所感福祸之果，则不相舍离。故云：追命所生。义集云：为善恶因及祸福果，皆追命根。所生之处，他跟着你，追是追随，追逐。于是后世或在乐处，或在苦途。乐处三善道，苦途三恶道。啊，他跟着你啊。苦是痛苦，毒是毒祸，痛苦之极叫苦途。全是自作自受的，放下就没事。啊，不肯放下了，你就得要受。现前你要受，死了以后，三途果报会现前。
我要怎样不堕三恶道？我把现前的把它放下了。现前这个辛劳辛苦我就没有了，来生绝不堕三恶道。于一切众生有这种业，赶快化解。这是聪明人啊，不要让这些冤亲债主找着你啊，追在后头，这个事情麻烦大了。我们遇到有通灵的人。他们有这个特异功能，能看到。看到有人后头，冤亲债主一大堆跟着。这个人活得很辛苦，好像很累耶。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累，后头一大堆冤亲债主跟着他。工作固然累耶。如果欢喜心做工作不累呀、后面跟这一大堆还能欢喜得了吗？这一大堆跟着我们，肯定影响情绪，你心情不好，所以我们忏悔，现前造的业自己知道，心里有数，要忏悔。过去生中造的不知道啊，但是自己想想，虽然不知道，肯定有，不但有，而且很多。我们常常能做这样想，是好事情。为什么呢？每一天呢，念佛、诵经，做这一个好事，都能回向跟大家分享。以这个功德供养大家。希望大家都能回心转意，大家一同念佛求生净土，好啊！怨恨不能化解，不但障碍我们开悟，它会障碍我们往生，所以。彼此双方都痛苦，何必？明白这个道理。越是给我过不去的人，我对他越要恭敬。回谤我的人，批评我的人。陷害我的人，不管是非对错，他错我对，不管这些，通通要以真诚心来对待，这个结才能解得开。如果回避不好意思，自己晓得错也不敢承认，面子问题，那好了，面子问题，将来你就到三恶道去受受罪。为什么堕三恶道？面子放不下，这亏吃大了。
啊，这些冤亲债主，啊，他放不下，我们放下，他没放下。啊，我们每一天给他回向，我们在佛前给他供长生牌位。我们能尽心做到的，统统做到，这就对了。啊，见面我们一定很客气、谦虚，啊，恭敬，啊，不管他什么态度，啊，我们表达自己的诚意。这叫修行呐，修正我们自己错误的行为呀，修正我们自己错误的观念呐，叫真修行呐。每一天拜一千拜，念十部无量寿经，念一万声佛号，不管用啊。心不清净啊，心里还有怨恨呢，还有不平呢，还有烦恼习气，这怎么行？啊，这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什么叫实质？内心的清净平等、真诚恭敬，这是指啊，果然成于中，必定就行于外。那你不懂礼节，哎，他也是很恭恭敬敬，他没学过。那要他内心真的清净，自然表现在外。啊，经上讲，善恶因祸福果，追命所生，要跟着你的。啊，将来果报或在落处，就三善道；或入苦毒，就三恶道。全都在眼前啊！佛在经上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细心观察，通通在眼前啊！看清楚，看明白了，回光返照，想想自己有没有啊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这叫修行。以下证明道悟啊，见善增谤，不思目己，看到别人的好处，嫉妒心升起来了，傲慢心升起来了。啊，憎恨毁谤，不是不知道那个事情，好人好知道啊。他做的比我好，我不如他，我不服气。啊，说他有什么了不起？啊，于是就恶意毁谤。
啊，所以见人之善，无敬慕之心，凡生憎恶，妄加毁谤。如是之人呢，则无善念与善行，胸怀之中啊，常是轻夺之心。啊，希望呢，为师损人利己，故人希望他利，用之恭敬。起心动念都是这样的，没有想到别人。啊，我这个一生来到世间，确实是很可怜，啊，一点福报都没有。只有一点点的善念，我一生不嫉妒人。我看到人家比我好，我赞叹，我欢喜。啊，我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。这个人有智慧，多才多艺，他在这个世间造福，修福造福。我们在享他的福，我们对他有感恩的心，不会生嫉妒。啊，就这么一点点小福、小福报，遇到佛法了，啊，这才真的明白了。从这一点点小福，慢慢让它增长，啊，我们自己也有点能力去修福，啊，然后真正觉悟，修佛里头第一殊胜的，就是帮助众生觉悟啊，诸佛菩萨干的事情。啊，不是别的福，帮助人觉悟，帮助人觉悟，首先自己觉悟，自己没有觉悟，怎么能帮助别人？啊，怎样才能觉悟？放下就觉悟，这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。要放下烦恼，要放下牵挂。要放下忧虑，要放下一切不善的习气，人发现自己的毛病。很困难，但是看到别人的过失很容易。如果是真正有智慧人，他看到别人过失，别人像我的一面镜子一样，我马上照照自己有没有，这聪明人。只看到别人过失，不知道回光返照，那就造孽了。如果懂得回光返照啊，那个造作恶业的人是我的恩人，我感他。为什么呢？他那样一做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过失。啊，没有这个镜子照着我，我发现不了自己过失。我要改过自新，我要感恩他。啊，天天回光返照，
时时回光返照，三五年的功夫，你不是圣人，也是贤人了。啊，你没有成佛，你也成菩萨了。所以，一切众生呢，都是诸佛菩萨，都是在我面前表演的，在实现的。我们用这种心态处事待人接物，进步就很快。啊，确确实实要像善财童子那种求学的心态，凡夫只有我一个，除我之外，所有一切人都是佛，都是菩萨。他在那里表演善，表演恶，统统来表演，像顺境的、逆境的，都做给我看，都来成就我。啊，善的我要跟他学习，学习的时候要不着相。啊，不善的我要反省，我有没有？有赶快改过自新，对他无量的感恩。啊，善财童子怎么一生成就的？就是这样的呀，没有别的呀。啊，他不是有意在做臆想的，他从自信上，自信上真的是如此，事实真相也确确实实是如此，我们完全不知道。啊，什么时候彻底明白了，你就成佛了，你的学习就画个句点了，你毕业了。啊，如果还没有彻底明白，来生还得再来。啊，生生世世接着学。啊，哪一生全搞明白了就毕业了。啊，什么时候毕业？多久的时间毕业都不一定呐。问题就看你觉悟的程度，你回头的程度。啊，一觉悟一回头，马上就毕业了。啊，这些地方最重要的，我们自己有没有违反？啊，见人之善有没有？敬爱之心有没有？仰慕之心，也就是向他学习，这就是正确的。啊，如果见到善人，不知道恭敬，不知道仰慕，反而憎恨、嫉妒，啊，障碍他。那就造重罪了。啊，说如是之人，则无善念，无善行。啊，胸怀之中啊，常是轻惰之心，轻惰是道心呐、啊，念念想占别人便宜。
念念想把他人所有的把它夺过来，据为己有。所以底下这个希望，希望就是损人利己，希望他利，他的利益来供养我，供给我。不义之财来得容易，任性挥霍，顷刻消散，重复盗取，故云消散复取，于是神明可知，终入我道。那最后的结果呢？最后就会堕三恶道。三恶道肯定先堕地狱，把你的恶业消除了，然后再堕畜生，再还债呀。你夺取别人的，得要还。出生到多半都是还债的，在古时候，变牛变马去还债，付劳役，债要没有还完。来生变出生还要还，继续还，还完了才能离开出生道。再到人间来，债已经还的差不多了，都还清了，再得人生。但是得人生带着有三恶道的习气，很浓的三恶道习气，三恶道习气，贪嗔痴的习气，所以的人生很容易犯过失，犯过失又堕落了，真是苦不堪言。你犯的是轻是重？你将来受的罪，这个都是总在语言不同。这一句话了，里面的含义很深呐。总在语言不同，我们希望多与善言，不要与恶言。那么我们现在就不给人结恶缘，专跟人结善缘。我们将来善缘多，恶缘少。现在要常常跟人结恶缘，你能不遇到恶缘吗？一遇到恶缘，所以说旧病就复发了。这个旧病前世的罪业、无始的习气就发作了。不知不觉就造重业了，造的时候不知道。等堕到三恶道受苦，知道来不及了。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啊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待人要厚道啊。
待人要沉静啊，自己要谦虚啊。啊，古圣先贤、诸佛菩萨都是这样教导我们，慈悲到基础。啊，我们学佛的这些弟子，体会不到佛菩萨的意思，啊，甚至还嫌佛菩萨啰嗦。啊，这些事情还用跟你说？我都知道。其实，都知道是都做不到，做不到就是不是真的知道。真知道的，他全做到了。啊，后面这些句子，确实要是多念。不义之财，来得容易；任性挥霍，顷刻消散。啊，重复盗取，于是神明可知，终入恶道。言语不多。把这桩事情讲尽了，其实不义之财还是命里有的，命里没有财，不义也得不到财。啊，这个读《了凡四训》呢，就读明白了，这何苦来？为什么用这种不善的手段呢？啊，任性挥霍就是在造罪业。夺取别人的财物。严重的，令他家破人亡，而自己得来这不义之财，任意挥霍，这造罪业造太重了。啊，顷刻消散，这种现象最明显是在赌场。啊，一晚上睡起输了几百万、几千万，乃至于几亿万，啊，真的是顷刻就消散了。消散怎么样呢？重复盗取。后头有报应呐，报应不好啊。有鬼神在旁边看到你，你的起心动念，通通有记录啊！啊，将来堕三途啊，堕地狱，进去容易，出来就难了。啊，好不容易到人道来投胎，在人道几十年，造作的罪业，要在地狱受无量劫的罪，值得吗？啊，要认真多想想。经上讲到神明。静怡华严经曰，这个我们解释神明，如人从生，有二种天，
常随侍卫，一月同生，二月同名。天常见人，人不见天。啊，这《华严经》上说的，每一个人至少都有两个天神跟着你。你来投生的时候，他跟你一起来。啊，一个天神叫同生，第二个同神叫同名，跟你同生同名。啊，一个专记你的善，一个专记你的恶。你有一个善念，有个善行，啊，同生他就记得。你一个不善，一个恶念，同名给你记起来，全部都有档案，都有记录。啊，人他能看到你，你看不到他。这个说法很古就有啊。说如十二神呢，与人俱生，故名俱生神。啊，你这一来投胎的时候，他就来了。《华严经》有这个说法，《药师经》里头也有。啊，药师经云，有俱生神，俱殊罪福啊，于阎魔王。他把你的做善做福啊，这些记录统统送给阎王。又加强俗语，一切众生皆有神，一名同生，二名同名。同生女在右肩上竖起坐卧，同生男呢，在左肩上上竖起坐善。啊，同名的即善，同生的即恶，啊，即恶的是女神，即善的是男神。这个地方啊，这是加强书里面讲的，说的详细。啊，是有人在这个管闲事啊。不是说了就没有了，有人在记录啊。一个念头都没有漏掉。啊，那我们就得想一想，我们这一天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？为自己的念头多还是为别人的念头多？啊，我们想清楚了，想明白了，然后回过头来做个总结，我到底是善人还是恶人？别去问别人，啊，问自己就清清楚楚。啊，这个总结关系很大，关系自己未来的前途。如果我是善人，我就多善善道。如果我是恶人，我就到三恶道去了。如果我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全都是阿弥陀佛，我来生决定就到极乐世界去了。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？你想到哪里去，是你自己决定啊。与别人毫不相干呢、啊。
任何人都干涉不了你，都拦不住你。啊，总结一句，全是自作自受。又五戒经曰：“三福八教，一乐六奏。”三福，反复的来检查，指的是正月、五月、九月，啊，这都是农历。啊，有鬼神来调查这事情啊！啊，八教呢，88次，啊，好像来核实、核对。立春、立夏、立秋、立冬，春分、秋分、夏至、冬至这8天。啊，六昼是六斋日，初八。啊，农历初八、14、15、23、29、30这6天，盖为一年之中有3个月向上复病，有8天上报。啊，教就是报的报告的意思。1个月之内有6天走民。这都是讲的天神记录啊！中国古人常说：“举头三尺有神明。”神明检查，如此的严密。为什么现在做恶的人这么多，没有看到报应？没看到报应，实在是，是你自己粗心大意呀！报应就在眼前的，你疏忽。你说你没有看到疏忽了啊！今天这个社会大众，男女老少，普遍都在疏忽。那价值观变了啊！社会，特别是媒体，鼓励人作恶，赞叹人作恶，作恶的人有本事啊！行善的人老实啊，没出息。现在是这样的价值观。啊，那我们今天看到整个社会、整个地球的灾难，这里头隐隐约约，我们体会到了一桩了，老天要算总账了。啊，算总账。那就是大灾难了，上天要算总账了。
啊，什么时候灾难降临呢？600年前，法国的预言家诺斯多玛斯，他预言告诉我们，世界末日，1999年，是世界末日。1999年，我们平安度过了。所以有很多人说他的预言不准，但是诺斯多玛斯的预言在这几百年当中，很多预言真的兑现了。这一次的预言不准，为什么不准？我们细心去看观察，体会到，因为这个预言，全世界人都知道，1999年。知道有多少宗教徒都为这个事情祈祷，现在科学家肯定祈祷的能量非常大，把这个事情化解了，不是真的化解了，退后了，延后了，延到什么时候呢？延到现在。祈祷暂时化解。如果人心都向善，都不再作恶了，真的回头了，那就真的化解了。去祈祷是治标不治本呐。人心真正回过头来，像布莱登所说的，真的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那就彻底的化解了。谁相信，谁就化解了。我相信，我肯干，我的问题解决了，化解了。你相信，你的问题化解了。全世界能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一的人觉悟了。真正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地球上灾难真的没有了。这个事情，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啊。所有一切灾祸都是不善心行所感召的。我们念头一转，外面境界随着转了，这是佛法上说的境随心转。灾难不善心所感的，现在看到灾难心情马上回头，
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纯净纯善，灾难就没有了。因为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个虚妄相是随着念头在变化，出生无尽。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在实质上讲完全相同，没有两样。为什么那个世界那么好？没有别的，人心纯净纯善。至善功德之所感，那是极乐世界。我们这个世界善恶混杂，善恶混杂是讲过去，现在怎么样？现在几乎善多这个善少恶多。如果倒是纯恶无善，那灾难就不得了了，那就世界末日了。懂得这个道理，我们大家弃恶修善，这问题解决了。祈祷确实有用，在今天这个时候标本兼治，所以我们提倡三时习念佛四时祈祷，我们讲经教学是教育，教育标本通知，如果每一个宗教每一天都有8个小时讲经教学，这世界上灾难真能化解。为什么呢？听经人多了，接受宗教教育的人多了，慢慢人都醒悟过来，都知道断恶修善，都知道改邪归正。我们活在这个人间这一生，有了方向，有了目标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呐。这些灾祸自然就化解了。这些神明普遍在这个地球上调查，一切众生起心动念业欲造作，又往昔居五界经历如是等日，前面所说的一年有3个月，有8天，这8教，8天上报，每个月有6斋日，这6天也是报告。
都有神明在这专门做这些报告。可是，可是有两种讲法啊，加强术、会术，为智者计也。啊，这个时在此地念智，啊，跟志愿那个志是同一个音，啊，就是记录的意思。会书啊，如会书曰：“悠有天神。”志气可调啊，他在那里记录啊，你犯得上哪一科啊？就像法律一样啊，你犯了哪一条啊？他把你记下来，无毫厘差啊。故曰。可知哦，它这底下有啊，是因知，就是记的意思啊。此与加强之意啊，等同君位有神明记录人之善恶，故报应不爽。啊，现在人对于这样的文字不相信，认为什么？这是迷信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我是从学哲学进入经教。啊，方老师给我讲授的是。佛经哲学，我这么进来的。我们现在讲堂里面供养这一张方东美先生的照片，就是当年我跟他学的时候啊，那个样子。啊，大概50左右。啊，年岁不大。啊，他告诉我，佛经里面有20%是哲学，高等哲学。但是除这个之外，佛经里头也有不少是迷信。他告诉我的迷信那部分我们不学他的，我们学哲学这部分。啊，这是我认识那个时候。啊，可是20年之后啊，哎，原来认为那个迷信的部分呢，哎，他也学了，他认真学了。啊，那比哲学更深的境界了。啊，我跟他学的时候，好像他只看到佛学的大门，啊，佛教的大门呐。20年之后啊，他看到佛教里面登堂入室了，他知道。不一样了，有没有？真有，不是没有，
完全相信我的。啊，所以到他生病的时候，他是79岁过世的，好像79岁那一年他皈依了，对佛法完全承认了，不再说这里头80%是迷信。那80%迷信那部分太高深了，我们不认识就随便加个迷信两个字，这很冤枉啊，没搞清楚啊。啊，老师走得太早了，79岁，他要能多活10年，对台湾的佛教就有产生很大的影响。那那个时候他真的转过来的时候，啊，寿命到了。啊，所以这个事情要等我们这一代认真好好修行，契入境界，把它发扬光大。啊，现在我们还得到有力的帮手，那就是量子力学家。啊，他们所发现的跟大乘经教讲的完全相同。啊，那底下这一层深意了。啊，二者为实。那第八识，如景心云，以种子识功能不忘啊，名可识。这个讲得通啊。阿赖耶识里是含藏的种子，永远不会失去。阿赖耶没有形象啊，在哪里呢？遍法界虚空界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一起往昔。这两位法师双取二说，前面两种说法他们都采取了。义机云，所作善恶非但自识内心，天神外机即在二处安有舍悟，即在二处。二处是什么呢？内识与外识。阿赖耶那是自己的资料库，自己有记载，决定不错的。起心动念自己忘记掉了，阿赖耶里头有。啊，阿赖耶里面的资料，从我们开始，你的时候一年不久开始，一直到现在，生生世世无量劫来，资料是非常完整。啊，连起心动念都在里头。啊，同时。外面天神也有记录，天神的记录没有阿赖耶识那么完整。啊，天神记录大概就是这一段的时间。啊，我们可以说哪一段呢？我们迷惑堕在六道这一段。天神记录，
如果我们超越六道了，这一段的档案啊，大概就被消除了。那为什么你已经不在这里了？消除了。只要在六道，你在六道里都有档案。啊，记在二处啊，安有摄护啊？以上注说，亦即是稳妥啊！亦即是就是讲的阿赖耶里面这个落下的种子，应为时不爱神明记录，神明记录亦是为时所限，故内外皆记之说。为善，这个讲法好。啊，那我们学习大乘，大乘经教里讲得很清楚，没有转世之成智之前，都不能离开阿赖耶。啊，阿赖耶的作用是在设法界，设法界上面是四圣，声闻缘觉菩萨佛，下面是六道，六道加四圣在设法界。阿赖耶做主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都是阿赖耶的相分、见分、自证分。由大德主张三分，也有主张四分。四分呢，就加一个正自证分。啊，古大德都同意四分比较圆满。啊，你怎么知道有自证分？有一个正自证分啊，正自证分应该就是经教里常讲的自性里面本有智慧啊，智慧能自觉。啊，佛法里面，我们也常常看到经教里面讲的佛性。佛性就是自证分。啊，讲法性，法性应该就是自证分。佛性是正自证分。啊，因为佛是觉的意思。就是自性里头本有的般若智慧，他能觉啊！啊，见分、相分都是从自证分变现出来的。啊，自证分是阿赖耶的本体。从体起用啊。
啊，其用意一个是物质现象，一个是精神现象。啊，那我们称自证分时，称它做自然现象。啊，可是自性里头三种现象都没有，能现三种现象，能生三种现象。啊，有阿赖耶，妄想分别之处，这才变现出十法界一真庄严。啊，这是把宇宙全体讲清楚了，啊，讲明白了。所以阿赖耶里面所含藏的种子无量无边无有穷尽啊，就是还原观上讲的三种周边的第二种畜生无尽，就这个意思啊，这个道理很深。啊，念老在这个柱子里头说得好。啊，唯识，不爱神明记录。为什么呢？神明记录也是唯识所现。离不开唯识，故内外都记，这个说法说得好。啊，那也是阿赖耶自己的资料库，外面是鬼神在那记录。啊，这内外都记，罪报追随也，故辗转三途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三种罪你都得要受：地狱、魔鬼、畜生，你要在这个里面去受罪。啊，地狱消你的重罪，魔鬼消你的余罪，畜生你得去报着。去接受啊报应啊，那就是讨债还债啊，欠命的还命，欠债的还钱，你就搞这些啊。佛法里面常说，人死为养，养死为人，互相吞担的，吃他半斤的，还他八两，没有白吃的，将来统统要还债呀。你吃的是鱼，来生要变鱼还给他；吃的是虾，来生变虾还给他。他吃你，如果没有觉悟，迷惑在里头，生生世世就搞这些把戏啊！啊，真的是苦不堪言呐！所以累劫难除，痛不可言呐！累劫是多劫。啊，在六道里头，生生世世就是报恩、报怨、讨债、还债，就干这些。啊，这一些恩怨债务，你永远都不肯放下，
你永远都记在心里，麻烦大了。所以你出不了轮回，出轮回的心怎么样？把这个全放下了。我欠人的我要还，人欠我的不要了。所以一笔勾销了。啊，什么念头都不想呢，专想阿弥陀佛，到极乐世界去。到极乐世界成佛之后，这些跟我有恩有怨的这些人，我统统度他们。这叫有缘人。你要跟他们有缘，他不接受。啊，你跟他讲，他不相信，他听不懂。你跟他有缘，他欢喜，他接受。佛度有缘人啊，跟我有恩怨的、有债务的，我通通都来帮助他啊。这个问题在真正获得圆满解决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。